天大大地大大，我的妈呀，你真的是个大菩萨，说你瓜呀你真的当家，说你笨呢、啊、你我是晓得真，哎呀说你文化呀你就是连个吹你都害怕，那个驾校没有教练教你，非要喊我来教。我喊你教吗？你不能按照我偷噻。那两个报名费都交了，你才去练几天车你都不去了啊。那会儿教练凶得很，动不动的按照我来吼，吼得老两个是鬼气活。他从我不吼你嘛，你看嘛，你也生插得蓬香，上车呀脑壳清泡汤、哎、说话呀又非常拽，那换个档啊你可是离合都不要得踩。所以说我就喊你来教我噻。我教你又起啥子用嘛，又不是我发驾照给你。你先把我教会点嘛，我再去驾校学的时候就免得遭教练骂了噻。美女，这几天咋个没看到你来练车呀、啊、这哪个给你发信息哦？你还嫌弃我笨，喜欢我的人都还在等着排队。有人咋子嘛，几天不见想我了呀？我问你他是哪个？他是和我一起练车的师兄。我想那个锤子妈，这几天你没有来，老子成了受气包，教练天天按照我来掏。哎呦我的妈！